今天呢，我要来让我的猫咪进化成最强猫咪。那我们就开始喂它肉吧。哦，进化了，进化了，再吃，再吃，再吃。哦，又进化了。然后前面有肉和蔬菜，喂它吃蔬菜看看。哇，退化啦！不能给猫咪吃蔬菜啊，只能吃肉。然后最后终点这边哦，前面那只是什么啊？前面有一只鹿哎，哦，直接把它撞飞喽！哇哦，然后我抓到了这只鹿了哎，哇，我的猫咪又会替我抓动物啊，然后赚到了200多块钱。然后抓到的动物可以拿来放在动物园里面。好，来来，我们把鹿放在这边吧。就去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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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一只鹿了。然后这边的话还可以再继续盖我的动物园啊。来，我刚刚有赚到钱，来，给盖一下啊。这里解锁另外一只动物斑马。好，我们来去抓动物吧。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升级猫咪哎，来升一下，哇，初始状态直接变成比较大只的猫咪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这边在喂猫咪吃肉哦，进化，进化了，在吃肉，哇哦，进化成老虎，来再吃，再吃啊，没进化了。然后前面那一只啊，前面那只是斑马，对不对？来，冲过去，咚，把这只斑马也抓起来啊！哇哦，飞好远啊，还在飞，好。接下来的话，把斑马也放进去吧，来吧，有了，我动物园里面多了一只斑马了。然后这些动物会替我赚钱哎，来来，这边把钱领一领吧。哇哦，现在赚了2000多块了。然后再继续盖我的动物园吧，来这边再盖，哇，这里好贵啊，1000多块，没钱啦。来来，我们再去抓动物吧！来吧来吧，吃肉吃肉啊！这边两边都蔬菜，好、哦，选比较少这里啊。然后这里的话加30的肉，进化进化进化哦，又进化成老虎了。看还有没有机会再进化？哦，再进化了！这只是什么啊？吼吼吼，好帅啊，黑色老虎。然后这边要跟鹿 PK 啦。打晕，然后击飞，咚咚咚咚，哇！然后继续来盖我的动物园。这一次可不可以解锁新的动物啊？哎，再盖，再盖，再盖，500块，然后往上盖400，然后这边要盖一圈才能解锁吗？哎，真的哎，要盖一圈啊！啊，中间这只什么？犀牛还差1000多块啊！来来，这边，哎，这里有钱，这够吗？看一下这边，哦，够哎！嚯，来来来，解锁这只犀牛吧！啊，有了，有可以放犀牛的地方了。来，我们来去抓犀牛吧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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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然后这边的话。让猫咪升级吧，来吧，升级，再升级，哦，现在初始状态变成一只母狮子吗？比较大只的猫。总之，出发吧。哦，经过门就直接进化成老虎了。来这边旁边钻过去，然后吃肉，吃肉，吃肉，吃肉。哦，老虎杀得了人吗？啊，杀不了，人类太强了。然后这里进化成白虎了，哇哦，嚯！来，前面是犀牛，抓掉它，把它抓起来，哇哦，飞超远的，能飞到最后吗？哇，差一点点，太可惜了吧！好，来吧，把犀牛放到我动物园里面。哎，放去，有了，动物园里面有犀牛了，继续来盖我的动物园吧。先花钱把这里盖一盖，900块的。
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一只熊。哎，解锁熊吧。好，立刻来去抓熊。来吧，来吧。啊，这边的话，再升级我的猫咪。哎，再升级，再升级。哇哦，直接变成老虎。好，来来，吃肉，吃肉，吃肉。然后前面这三只是什么？在跳着奇怪舞的猴子啊！来，撞掉吧！啊，猴子也太搞笑了吧！啊，这边又是猴子，撞掉，撞掉，撞掉。然后这边进化成黑虎、白虎，哦，进化成爆了。好，前面的熊，哇，又跟他对打，来，我打得赢吗？有了。打晕了，然后最后一击打飞出去吧！哇哦！好，来来，把熊放到这边吧。哦，有熊了，有熊了，有熊了！哇哦，他站起来了！别解锁，再盖，再盖，快，1400的。中间这只是什么呢？哇哦，鳄鱼。然后这里的话，钱也领一领吧。哦，3000多块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解锁鳄鱼啦。哎，解锁，解锁，解锁，有了。好，力哥来去抓鳄鱼吧。来吧，来吧，连钱先拿一拿。好，我很想看看豹在进化会进化成什么啊。边从旁边绕过去，吃肉吃肉哦，这只好多了，绕过去啊，不行，这只哇，这只只是白虎，然后前面有一只鳄鱼，来把它抓起来吧，哇哦，好大只的鳄鱼啊，再飞再飞再飞，哦 ，nice， 好。立刻把鳄鱼放进去吧，来吧来吧，有了，多了一只鳄鱼了，但是这只鳄鱼的皮怎么亮亮的、啊，看起来不像鳄鱼啊。然后这里一样，再升级猫咪，升级升级，哇、哦，直接从白虎开始，再升，好，来吧，吃喽，哇、哦，直接进化成豹了，哇哦，黑豹，好，再吃再吃再吃。哇、哦！进化成最强猫咪了，超帅的这只。好，这边再把鳄鱼打爆吧，来吧来吧，再打再打，有了，打晕了，最后一击，出去吧！哇、哦！好，要可以解锁新的动物喽。哦。新的动物是河马，好，解锁完之后立刻来去抓河马，来吧来吧来吧，然后这里再继续升级我的猫咪吧，哎，升级，哦，直接从豹开始，好，这边吃肉，哇，进化成 A 豹了，然后这边新的关卡，好，选这个最低的吧，好，挖爆了，挖爆了，接着从这边跳过去。然后这里从旁边钻过去，来这边啊，这里一定会减100。好，绕过这些人。OK，nice nice， 再吃肉，再吃肉，再进化吧！进化有了。然后前面超大只的河马，我打得赢吗？去死去死去死！有了，打赢了打赢了！哎，最后一击，出去吧！吼吼吼！哇哦！直接撞爆所有的墙。好，来把河马放到我的动物园里面吧。来吧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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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只可爱的河马了。好，快要可以解锁这只动物喽。哦，是狮子哎！来，解锁解锁解锁，有了，有可以放狮子的地方了。好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来去抓狮子吧。好，这边闪掉，哦呦，撞到了撞到了，
吃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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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再吃。前面这个人类，闪掉。好，前面有一只狮子，要跟他 PK 啦！我打得赢吗？失去，失去，失！有了，打晕了。接着，最后一击，出去吧！哇哦！来，立刻来把狮子放到我的动物园里面，进去吧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动物园里面有狮子了，哇哦！它会怒吼哎。然后接下来就要来解锁上面这只动物啦。来吧，买只怪地。最后哦，最后一只动物是大象。好的，来抓大象吧！来吧，来吧，飞上去。哎呦，闪过人啊！这边直接选100的，然后把猴子撞飞，咦，闪人闪人，有肉给我肉给我肉，再给我更多的肉，有了，进化成最强猫咪了。最后，把那只大象给它抓起来，来吧，有肉，哇哦，好猛啊！好，来把大象放到我的动物园里面吧。来吧，有了，我的动物园盖好了，全部的动物都有了，猫咪也进化成最强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实况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